外呢，又会放出唐江，唐江又会迎来另外两大淮军，三个淮军在一起就形成了亚军班，最快一天就会变成牙结石。他们躲在里面产酸，用酸腐蚀牙齿，要一开始呢是个黑点点，在后面就会变成黑洞洞。他们会钻洞里咬牙神经，咔嚓一口，你就会疼得吃不好饭，睡不好觉。然后呢，你只能请个假，打个车去医院交钱。牙医在你的牙上钻个洞，再挑掉坏死掉的牙神经，必须吓唬你们一下，然后看这里是不是很难受。大家一定要好好刷牙，最好跟我一样用电动牙刷。事实证明呢，电动比手动的效果强83倍。那电动牙刷选哪家？我推荐大家用门牙家。我去年一直用到现在，然后呢就中过2次钉。这款新源的颜色很好看，功能也很多，质量也很好。它有5种模式，15种强度，选择也挺多的。然后无极调频防飞溅滤芯锁，前缘级才有的功能，性价比呢真的很高了。他们的牙刷经过38道检测才送到你的手中，质量很靠谱。门牙家售后更放心，可以说是行业天花板，2年内坏掉不用修，直接免费换新。看一颗牙要花几千，很痛苦又烧钱。买支电动花销几百，很省心又省钱。评论区有我大额优惠券，领完更省钱。早点买，早点用，祝大家牙好、吃好、睡好、身体好。然后呢，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几个声音。你们都看得到，对，这不是直播，不用，这里不用挡起来，我就不给你们介绍了。比较薄啊，容易用太硬的毛。
播的话是320的，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调，解决不了。因为我录的时候是用320的录的，但它进了 B 站之后就只有192了。